傲慢连番。因许胜后，福爵和虚玉弟子坎托纳等人进入了更衣室，他说了什么并没有对外透露，但也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球的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透露了内情。他说马爵留下扬索尔斯克拉为曼联重新注入了俱乐部的传统 DNA。 索斯盖特接受英国 Talksport 电台采访时说，赛后我跟福爵短暂聊了一阵，他说那就是曼联的基因，那种永不言败。你必须说奥莱索尔斯克拉跟球迷关系很好，他有那样的经验，球员的脸上都带着微笑。但战术上，比赛中他也改变了一两次阵型，有时候使用年轻球员，除非你让他们有机会出场，否则都不知道结果如何。曼联能够晋级，拉什福德补时功率的点球至关重要。索斯盖特表示，拉什福德的点球能力本来就强，世界杯上自己曾专门安排他出场参加点球大战，我们在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在最后五分钟换他出场，就是让他主防一个点球的，我们知道他是球队最好的点球手之一。索斯盖特表示，有的人说卢卡库应该站出来，但他没机会，因为点球判罚后马库斯拉什福德马上拿起了皮球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披露，曼联的逆转福爵也有一定功劳。赛前，老爵爷和曼联其他球员一起住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每晚290镑的巴黎凯旋门收藏家酒店。比赛当天上午，他和索尔斯克亚、执行副主席埃德里德略德以及前任曼联 CEO 大卫吉尔在那里共进早餐。福格森就像焕发新生。一位内部人士在周五晚上告诉英国《每日邮报》，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奥莱索尔斯克亚给俱乐部带来了什么。